农机是按照应检尽检、院检尽检的原则突出重点，分级实施，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有序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工作。为提高芙蓉区市核酸检测的能力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10个省市实施核酸检测医疗队200余人赴芙蓉区市帮助开展核酸检测工作。